名家书宝，名家指路，榜上有你，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本栏目由名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曾汉光，名家传媒首席鉴定师，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名家传媒名家书宝栏目首席专家。各位藏友大家好，名家书宝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古籍善本。古籍善本呢，它是经过墨客形成它的一个比较好的我们说一个雕本。雕本呢它还分成通过校对无误的情况下它可以做成不同的版本。比如说从唐代以后有宣纸的，他就把所有的文章就可以归纳总结出来形成一本书。书籍的概念，它就是把整个要说明的总结的这个书的文献的多少记录下来，然后进行雕模。原来它就没有铅字印刷，它只有木刻版形成的雕版，印刷术就出现了。书籍的出现呢，根据它的珍惜的程度不同它就有孤本。它孤本就是什么，指什么呢？它就是存世量很少，它就是也可以说就是一本或者是一套。它的内涵要如果不大的，它就是形成的通用，我们叫古籍善本。古籍善本呢，它指它的三性，你比如说书籍它的历史文物性，再就是学术的资料性和艺术的代表性然后它这个还要经过校刊等等所以从它的版本产生的年代它也可以分出几个新的原则。比如说在版本上它说也可以认三性就是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的代表性然后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古籍善本主要是清代的，然后清代的去鉴别它的时候清代的那个纸张是一个要点之一。你比如说清代要了解它的纸张它一般都是棉纸还有黄板纸
毛鞭子，这就是毛太子。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恶文脱字的书本。雕版印刷术出现，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炼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惜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副本的差别。这套《太上洞玄灵宝高尚玉黄经》保存完整，字迹清晰，虽是副本，但存世量也很稀少，属于古籍善本中的精品，非常难得。它一般的颜色就是宣纸的颜色，是吧？经过是吧上百年，它就一般有那种纸质上，它是有那个颜色成为暗黄色，就鉴别它的年代。因为清代宣纸它有这么一个特征，然后纸质是吧柔软耐久，你比如说经常翻啊折皱啊，它耐久。然后对清代书籍的版式也有所要变形，它一般多为从左右双边，也有四边四周的双边，像这种情况也有。再就是单边的多白口少黑口，是吧，为装订的那个装订线，比如说像这样，它装订线，它一般就采取这样的线装，所以它这种情况，它就主要就是这个样。然后清代的还有另外一种鉴别它的方法，是成熟，是吧？它也是从它的学术观点，你比如说中国在有6000年以上的文明史，原来说中华民族5000年，它实际上要高于5000年，作为头书，我们也叫古籍善本，这也是明文记载，是吧？在没有一个宣纸出现的情况下，是吧？在唐以前、唐代以前，那么用竹简也来记录我们的远古时期的历史特征和历史大事件，他就要用这几个方法来记录。一个是刚才说的竹简，再是碑记，就在石头上来刻文字，再就是像石窟里面，它也可以从墙壁上面、石壁上面、竹简上面都可以记载这个我们的远古时期的文字，那最早的还有甲骨文，在骨头上面、乌龟壳上面，它都可以记载传播中国的远古文字，所以这个从它的整个古籍善本记载文字的情况下，都有这么个说法，所以只有在广义上说，凡是有利于当时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记载，只要有成型
称它的，我们都称它为染真本。然后从唐代以后，有宣纸产生了木刻印刷以后，只要数量极少的，甚至只有一套的这种用宣纸记载的这些文字内容，我们就称它为真本，就是独一无二的，是吧？所以它善本的古籍善本的那些文字和文献记载，在文物价值，在包括它的年代，在我们就要做一个具体的、全面的、细致的去判定它，是真还是假，是吧？还有它是全套还是缺本，还是缺内容的，是吧？这种情况下，就我们要全面的去分析它，所以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都高的，这个三个价值都高的，古籍上的这个是很不错的，是吧？也是很少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它是三本为一套的，是吧？这个《玉皇本行经》这个一套书呢，它实际上是这一套，实际上是内容是我们道教行的一个总结道教的一本道教资料的全套的一个内容书籍，它的出现和印刷的时间应该是我们说的同治，就是清晚期同治年、同治五年，是吧？印刷的，根据我们了解的话，发行保存下来的不多，是吧？五台山是有一套，内容没有这么齐，没有这么全，是吧？另外还有一个藏家手上，是吧？也有一套，内容也没有他的这么丰富，还差一些内容，所以这一套，是吧？《玉皇本行经》的这一套道家的资料书，是堪称的，是我们了解，是吧？看到的是比较全面的，是吧？也应该是古籍善本里面，是吧？比较珍贵的、不可多得的，是吧？道教的这种资料书，是吧？所以值得我们在古籍善本，是吧？这一块收藏里面是一套，是吧？它三本为一套，是一个精品，是吧？我们可以不说它是孤品，是吧？目前发现有几套在外面，是吧？所以这应该是一套珍品，也是我们说的，是吧？是同治年，清朝同治年，是吧？发行的一本不可多得的这个道教资料书，值得收藏，谢谢大家。本栏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财富热线400-1014797。